欢欢，你咋又吃泡面？你吃饭的时候没吃饱吗？是吧？啊，真没吃饱，这泡面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石榴，哎，这小孩，妈妈跟你说话嘞，你咋说说字？是七。欢欢，你是不是学习太累了，不想说话？是五。这也不少。五。你去睡会儿去吧。六。完了完了，俺妈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了，这咋弄啊？妈妈，走买鸡腿去。七。啊，买不那多，我就十块钱买俩。十二。你咋知道我有十二哎？那两块钱我想买辣条的。十八。我就十二，没有十八。八。啥乱七八糟的？你说的话我听不懂。十四。哎呀，胖丫，你别再问了，俺姐从昨天晚上都一直光说数字不说话。啊，好奇怪呀，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俺妈也不知道，她就是昨天晚上突然间这样了。这都过了一夜了，咋还没好哎？这个呀，我也不清楚。是不是那姐生病了？有可能。不是嘞，不是嘞，我给谁要告诉他们呀？这俺妈也没跟家，只能等俺妈回来带俺姐去医院看看了。哎呀，那好吧。咋弄啊咋弄？哎，我知道咋办了。哎，姐你干嘛呀？五婆婆，恁几个来找我，是不是有需要帮助了？没错，五婆婆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俺姐从昨天晚上开始不能说话了，就一直在说数字，也不知道为啥。不能说话，只能数数字。那我用会议直径给她看一下。会议直径。东东。你这不是练习测试妹妹了吧？对啊，就是小静嘞，我接着来观摩观摩。观摩，说的怪好听，你这是传妹妹的作业啊？你可不能瞎说啊，我都给你说了，这是观摩。哎呀，东东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万一被老师发现，老师会吵你嘞。而且你抄别人作业，对你自己也没啥好处啊。你话他那多，别妈还啰嗦嘞。我问的是真的呀，学习都是给自己学的，又不是给别人学的。你现在这种行为是自欺欺人的行为。那我不会写单子，你给我写不写？我可以教你啊。我让你教嘞，我不写了，管了吧？我这便宜。哎，东东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那些零食也吃哪个好啊？哎，就先吃这包辣条吧。嗯，这个要一下吃个饱。东东，你咋又吃辣条？你早晨不是刚吃完五包吗？啥意思？你想吃呗？我还不给你。不是我想吃你的辣条，是辣条吃多了不好，而且还容易上火。谁不的？你家不的呗？我吃个辣条你也管啊？嗯，咱俩是好朋友，我才给你说的。嗯，等下你不听我的话，我给你妈说，你偷吃辣条，而且吃了很多包。欢欢，我现在咋发现你话咋那多呀？真厌恶人啊！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我不需要你为了我好。不听我拉倒，我给你妈说。哎，这叫俺妈知道了，俺妈给你打我了。哎，我找黑衣人帮忙，让黑衣人把他禁言喽，他就跟俺妈说不了话了。嗯，东东，黑衣人。嗯，应该是东东请黑衣人帮忙，黑衣人给欢欢施了黑暗魔法，所以说欢欢只能说你们说话的字数，不能说话了。这可咋办？那五婆婆，你有什么方法能让俺姐恢复说话吗？那这就需要你们的小伙伴来点赞了。点赞？那小伙伴们快给我们点点赞，激励一下我姐。